认真的阿芬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变换假面补充卡包。长话短说，从友人那边收到了一盒日版的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日版的卡包抽出来的卡片都格外有收藏价值，非常期待，非常期待哦。我找了一个网站，可以让大家快速的了解到底什么卡才是重点。其实也没有隔太久，一个月而已嘛。大家都知道，乌力 SAR、丹鱼 SAR、金宝分，简单来讲就是这三张。你如果要细分的话，金色的假面，假面一家人啊，金色的锤子，然后 SBAC， 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多人会想要的啊。还有多龙，是不是算是可以加入进牌组里面的强力宝可梦？上次就有听说假面或许没有那么多人玩，但是多龙的话呢，算是在这一次大大的改变赛场环境，卡池相对比较小一点啊。来咯哦，这边都是日本人哦，今天开到的内容全部都是日本血统的。小树林、飞天鼠啊、哦、我以为它是吃脚了，虽然说也没有很卫生啊，但尾巴比脚还要可以接受。这个是怨真元，中文版有抽过，当时我大力称赞，觉得它很好看。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这一段故事其实蛮冲突的啦，因为做坏事的宝可梦通常真的是没有办法讨喜啊，这个很现实的问题。还是说聊天室有没有喜欢怨真元的玩家，能不能和我们分享分享怨真元他的魅力，或者说他有没有不为人知讨喜的人设啊？难是不是？没有，笑死。欸，这里有大卡欸，这个是吧？有罗稳的感觉，是 S 卡。丹鱼、乌力、假面 3, 2, 1, GO！ 海豚侠 EX， 可能欸没有个前五名，但有个前二十名。刚刚有在排行榜上面看过，没有抽完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他的海豚侠的招式设计是非常有英雄主义的感觉，他可以直接跳下场，然后揍一拳，很有那种一拳超人的感觉，蛮帅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。我觉得日版的卡虽然说跟繁中的卡是用同样的卡图，可是印刷的材质跟卡质相较起来还是有点差别，好像日版的卡比较软一点，有一点点这个感觉。来啦，这个就是本次很多玩家会很喜欢的多龙啦、啊、然后这张有印象，非常的猎奇啊。这个是美术老师啊，他是个龙使者，这种画风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有那个童话感啊。 OK，这边都是重复的了，然后这边是永基拉，这张也是蛮亮的哦，但看起来好像是银边，喂，好好看哦，这种银边设计也是蛮好看的，有没有？超级亮，超级亮。我记得有几代的这个银边就画的就不好看，但后来的就都做得很好看。龙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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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，海豚，冰鬼户，然后这个是猎奇海峡，这张也是被我点名过，画得很好看。这个是我记得它的特性是极客嘛，非常有特色的特性。这个是迪格、啊、以前呢、啊、因为有卡比兽这个角色，它是过路的必要道具，好喜欢这种设定啊。来了，哎，好亮哦，马萨卡竟然要爆了吗？哦，魂赛、逆赛、大卡赛，哎，这个是水假面，假面也算前十名，刚刚看过了，蛮好看的，日版的卡是不一样的感觉。球球鱼、金光花、干扰电塔，听说它可以让两边道具都没办法用，实在是太狠了。假面来了，大登场，搬家公司、幸福蛋。这种阿卡台版跟日版就感觉差不多了。哇，这个就是，这是大人的特权呢，一次开两包。我还记得小时候洋芋片只能一张一张吃，我到国中才第一次一次吃两片，那是第一次感受到长大的感觉。为什么我的卡是日文？我在日本吗？欸，我刚来奶油，我不会说中文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来了 ，King， 这个是岩石假面，防对手特性的了，以防御姿态为特色的假面卡。太精化出了两张，都是假面，都超级好看。有吗？有一张粉红色的，那刚刚有看过，其实 XBAC 都算是在这一弹之中非常具有价值的卡。哒哒哒哒，哎、欸。
Energy 这个超强能量卡、啊、不要瞎掰好吗？大人的抽卡包方式，一次抽两包来了，有一个银色的边 R 卡，一二三，哎，吉多兰呢？有人喜欢普龙龙母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你想要跟他烛光晚餐吗？你想要情人节跟他一起过吗？你想要陪他一起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吗？为什么有人喜欢普龙龙母？可以和我分享分享吗？有人喜欢琵琶？琵琶是不是还没成年呢、啊？你是不是要留意一下 ？FBI is watching us。这样为什么特别灰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这样推开来，这张是不是特别灰？其他都是白的、啊，为什么？我来看一下，来，吃手手的猴子的后面，哎，苹果龙 AR， 而且是祭典造型的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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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来可以透过边来判断是不是 AR 卡，超级好看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祭典会场 combo 的卡，非常喜欢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这边有两张亮亮的卡。不辜负大家的期待，想要什么就来什么。有抽到一部吗？你说的是他吗？还没，今天还没抽到一部。嗨，野客轮情猫，很酷哎！上次还没开过，我没有这张的繁中版，超酷的。这个就有点类似那个。宝可梦版的沉思者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伊克扎，嗨，谁？这是桃歹郎的同伙，坏坏宝可梦，要出单鱼了吗？没有错，你来了正是时候。Coco 的，哇哇，没有。哎，这边有一张 AR 卡，这个边非常的明显，灰色的边。Three, two, one, 伊克，吉利蛋，吉蛋在我们台版。有出一个特别的礼盒，它是必附的单卡，在繁中当中卡包我是没有抽到，这边抽到了，很可爱很可爱，它是永远在宝可梦中心里面的工具人，很丰富哎，后面有卡比兽，这边有幸福蛋、可达鸭、百变怪跟喇叭鸭，然后就这样子咯。这张看起来超像莱西拉姆，裙摆这样摆的方式超级像莱西拉姆。今天一盒的变换假面 AR 卡的部分，三张 Death。吉利蛋、怨真元以及苹果龙，那其中当然是苹果龙跟吉利蛋是本次最开心，因为怨真元在繁中版已经抽过了嘛，然后这张也是画的非常丰富又非常的合路啊。那一般的 R 卡，我们这边抽到了幸福蛋 EX 以及轮情猫，幸福蛋繁中版有抽过了，那轮情猫是新的，还没有过这张卡。Aspec 这边抽了一张 Energy 钛金化、钛金水、钛金豆。假面，最后 S 卡海豚侠 EX， 就一个特性是 Super Hero Landing， 招式是 Super Hero Punch， 非常赞，非常赞。好，下一盒来了，下一盒来了。